哥，你用那个右后，看能不能右后面靠近啊，好，右后方啊。好。准六，我的单车啊，你，我的卡车，你的车啊，慢用，别紧，用我的车啊。现在本田准备靠近。今天上午10时许，作业至屏东县沙岛0.5里处，因船艇机械故障，失去动力，移距岸际约900公尺处海域漂流，考量有安全疑虑，遂于10时51分向海巡署报案请求救援。海巡署第8巡防区指挥部紧急派遣恒春海巡队356拐两舵腰动巡防艇驰援。356拐艇在11时20分抵达，并寻获至礁。经船长请求及签署拖带同意书，并由2栋腰动艇在旁借物，于12时10分顺利将船拖带至后壁湖港，人员均安，救助任务圆满完成。那据该船的船长表示，当时航行至沙岛海域作业，发现引擎油路故障无法修复，立即向那个求助于友船正线号交法前来尝试拖带，但仍因垦丁海域当时海象恶劣，涌浪水流强劲，是无法顺利拖带，且附近为礁石区，并向岸际漂流恐有那个搁浅的疑虑，非常感谢海巡人员第一时间前来救助，化解一场危机。